弟弟刚刚看到那个 Oreo 的鸡蛋糕就很吸引他，就要买来吃，然后我们就买来吃了。这边的话有写价格，一个是60块钱浪人鸡蛋糕。好，看一下。 Hello Hello， 老板在这边制作了。哎，弟弟不要太过去，不要出来，人家做生意的地方搞得好像自己的人一样。乖，你想要看是不是？你想要看他怎么做的是不是？那你要问问可不可以，你要先取得别人的同意。你可以去后面看，阿姨说可以去后面看。弟弟很好奇啊，就跑过去后面看了。老板不要这样，你想偷懒吗？啊，现在在制作当中，弟弟看得很开心。弟弟那个压住了，你看不到，看不到。鸡蛋糕，哎呦，这里有写，追踪 IG 赠送动物回力车一台。哎，弟弟，追踪 IG 可以拿到回力车，哎，待会我们再追踪。弟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弟弟在干嘛？弟弟你在干嘛？好吃吗，姐姐？弟弟现在在跟老板娘聊天。弟弟现在跑过去老板那边聊天了。快好了，弟弟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！我知道你很想吃。老板已经在加速，他给他力量，给他热量。等一下就，对。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老板他在给他能量啊，能量，我说错了，能量。弟弟一直在那边等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哇，翻面了，翻面，哇，弟弟起来了。哇！之前弟弟小的时候呢，就妈妈让他体验，他偏偏不体验，现在要体验。是啊、哦。我的是这个，对，你的是这个。好啦。耶、yeah。拿给他就好，啊、我付钱。谢谢。弟弟来吃吧，吃看看好不好吃。谢谢，拜拜。胖胖的，等一下再试吃。好。好了，应该凉了，再吃看看。很烫，还是很烫哦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好了，那一定好吃，对不对？这个味道太烫了。